那我当然是不性感的男人。哎呦，对这一点这么有自信。对，如果我这点自信都没有，我怎么去演于长傲，怎么去演赵小亮？啊，对，只是性感跟浪是两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性感，但我不浪，对，所以说我把这点有限而宝贵的性感，可能除了我太太以外，就是在角色身上我会去释放一些。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角色里，很多粉丝们难忘的性感瞬间，想不想看啊？来看一下。剪得不错，剪得不错。自己看了会不会有点害羞？我没有，这我是当事人嘛，我有什么好害羞的？这两部戏也巧了哈，这连在一块儿。嗯，因为《红高粱》本身在好多年前还是一部电影的时候，在当时社会上让很多人为之震荡的也是这一场野合的戏。嗯，那么这就延续到电视剧的开播。嗯，那么《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呢，其实是。当时我们看到剧本的时候确实自己也吓了一跳的。嗯，但是我觉得现代作品嘛，一个现代的情感直观表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避讳在爱人之间的这些家常的事情。因为你对你爱的人，你的那种热情是自然而然的。对 对，如果你对你爱的人还讲哎您好，请坐，啊、请坐、啊，吃饭了。我觉得你那就反正我跟我太太在家，我们想 kiss 一下，我不会看他半天的。哎呀，打个啵之前啊，先看个五秒，多累，你说 对不对？你不要看了嘛，直接摸一下多好。不是你知道吗，朱亚文？因为你的这种身形啊，当你把一个娇小的女人抱起来的时候，感觉就特别有男子气概。但是也别太沉了，就是对130以上、140以上，可能就稍微有点吃力了。我刚好130斤。想不想现场这些性感画面重现一下？我和谁？我和小昭吗？对啊。你有看到我的泪水吗？要不然就两个就好了，地东跟卡拉抱。掌声在哪里？掌声在哪里？地东太复杂了吧？地东我可以肩扛，我可以肩扛他们。肩扛，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麻袋来扛。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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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我扛进高粱地吗？来来来。啊！哇！动我吗？我可以很确定，卡拉豹不行，他也在撒谎，他绝对不止130斤，他应该体重在160到170之间。人体电子秤，你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看人家体重。